好当的呀、啊，你足久无来呢。这里没有姓王的。这里没有姓王的，有啦。六楼到高颜值千金曝光，这些赛车手女儿都很正。做慈善买毛巾，这样说。没关系。没关系啦。直播不很丢脸。赛车教父六楼大日前直播，首度公开宝贝千金。六楼大女儿留着飘逸长发，即使素颜也几乎零瑕疵。直播画面确认过没有美肌，女儿浓眉大眼的清秀高颜值，立刻成为聊天室焦点。看直播间讲没关系。讲什么？他说帮我爸爸买了毛巾做慈善没？啊、好，我们的说好。我刚刚讲啊。你跟面子对镜头说啦，帮我爸爸买毛巾啦，做慈善。帮我买一下毛巾做慈善。哎呀、啊，你说毛巾250捐50块啦。毛巾250捐50块。啊，你看着镜头啦，给徐院长啊。好。啊，讲啊，给徐院长啊。给徐院长，买一下毛巾。做慈善。做慈善。看看镜头。好，一条350。一条250啦。250捐50块。捐50块给徐院长啊。给徐院长。买 T 恤也300块啊。买 T 恤300块。啊娘喂，高成贵人，我明仔载佫卖20条呢。帮场者呢，还搞倒买毛巾，还要赶快讲。买毛巾啊。就是叫你下来卖毛巾的啊。你花了这么多钱，就不要帮我卖个东西也合理吧。我爸爸很可怜，卖毛巾都卖不掉。爸爸可怜，卖毛巾都卖不掉。哎、欸，足可怜的呀、啊。很可怜。你讲按年尾啊？你讲按年尾，快点啦、啊！按年尾嘛，买一个面巾嘞。较大声的啦。250捐50块给徐院长。安稳啊。按年尾，快点啦、啊！六老大女儿长相精致，是名副其实的时尚脸。聊天室开始狂喊六老大岳父。叫岳父，你卡到，你卡到，唔惊我甲你讲灯。事实上，除了六老大，另一位教父级的赛车手神俊山，女儿奈奈陈映云，身材与脸蛋更是明星等级。跟着六老大四处远征，拥有25年赛车经验的车手郭国信，大女儿郭郭颜值也是一等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